说感言，风还就平淡些。白天和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。你闭了嘴，让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？顺着别人的谎言，每段就不显得可怜。我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主演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。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。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？ Oh, 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。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。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请剪掉那些情节，让我看上去体面。对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